各位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学第九小节到第十六小节。 OK， 一样的，我们先来看右手。那我们的这一段呢，它是从第九小节的前面， OK， 第九小节的前面一拍，也就是第八小节的第三拍开始， OK， 就这里开始，哆哆，这里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节奏，这个节奏很容易，因为它只有就是很简单的节奏。我来弹一次，从第九到第十六小节的右手节奏的部分。那我会弹奏，然后我的嘴巴会念一二三 ，OK。那今天的这个，它是从第三拍开始进来 ，OK。好，我们注意看咯，也就是从第八小节第三拍，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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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小节我们只是拉了几拍，第十六小节我们只拉两拍。我们来看第十六小节是一个 minim 的节奏，也就是两拍的长度。那这首歌明明是三拍子，为什么 ending 会只有两拍？那是因为这整首歌是属于一个 upbeat 的状态，所以呢它的最后一拍是跑到了整首歌的开头，整首歌的开头， OK。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节奏的部分，节奏不难。我们来看一下右手的音符，哈，第八小节第三拍很容易嘛，高音谱号下加一线哆，中央 C， 我们用大拇指，然后高一个八度，二停，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二三，一二。停，所以这个都拉两拍，对吗？这个都拉两拍，那这里是一个八度的状态。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手，一定是够大的。我们的大拇指跟尾指要撑开。那如果你的手不够大，你可以跳过。OK， 所以我们用眼睛来找到这个哆哈，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二。这里的 La Fa So 我们要用三一五，再看一次 La Fa， 这个大拇指按住，我们的手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移过来，用五指弹 So 二停。所以 La Fa So 我们的指法要记得是三一五，这里一定要练哦，因为这是增加你的技巧的一个很好的练习，三一五。所以我们弹完三，这个按住手指这样子缩进来，五指弹收二停。那我们弹这个收的时候呢，我们其他手指就自然的展开在这边。再看一次，收起来，弹五指的时候这些散开，放在这里准备，所以弹这个的时候，这个在这里准备。我们再看一次哈，拉发尾指过来，收二停。好，我们来试一次哈，从这个第八小节第三拍弹到这边，我们来练一次，指法要用对哦哈。我们跟着节拍器，一。二三一二哆哆哆二拉发嗦二停。再一次，我们再练一次哈，记得你的拉发嗦是三一，然后你的大拇指按住的时候，手这样子缩过来，五指弹嗦。
OK， 好，再试一次，一、二、三、一、二 ，Do Do Do 二 ，La Fa So 二，停。好，你们一定要跟我一起这样练哦。那 La Fa So 这个 So 弹的时候用五指嘛，那你的其他手指就依序的摆好在这个白键上。准备弹下一步 ，OK， 我们来看哦 ，La Fa So， 然后接下去 ，Mi Do Fa So La So 二，停，所以这一句是 Mi Do， 然后三指去 F， Fa So La So 二，停。这里只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的 mi do 用三一，对不对？大拇指按住，你的三指移过去，这个发准备。再看一次 mi do， 我们用三一，按住三指移过去发，发 so la so 二，停。所以节奏是一二三。停 ，OK， 所以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第十一小节，第十一小节的发嗦啦，我们的发是用三指，三指 ，OK， 我们的第三根手指 ，OK， 所以呢，这一个是这样子的 ，mi do fa， 看到吗 ？mi do fa， 你的手指三指呢要移过去，原本在这边要移过去 ，OK。一二起来，我们一起来弹一下这个后半句哈，也就是从第十小节第三拍 ，mi do fa so la so， 我们来试一次哈，一二三，一二 ，mi do fa。起来 ，OK， 再试一次哈，一、二、三、一、二 ，mi do fa so la so 二起来，所以记得我们的这个 mi do fa 是三一，然后三指移过去 ，OK。好，那我们这里练完了之后，其实啊，这里是一整条 slur， 有看到吗？这里是一整条的 slur， 所以呢，我们要全部连在一起。我们从这个第八小节第三拍开始，一口气弹到这边，都是一个 slur 而已，所以你要一口气。我来示范一次，从第八小节第三拍，一、二、三。一、二 ，do do do 二 ，la fa so 二 ，mi do fa so la so 二起来。所以这整句呢，这四小节是一句，因为它是一口气一个 slur， OK， 所以这里的每一个音都要连在一起。那要注意换手指的地方，这里 La Fa So 这个 So 用五指，记得吗？还有一个 Mi Do Fa 这里的三指要移过去，所以把换手指的地方圈起来在你的谱上 ，OK。好，那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右手从这整句 ，OK。我们来试试看哈，从第八小节第三拍。一、二、三、一、二 ，do do do 二 ，la fa so 二 ，mi do fa so la so 二，起来，我们再试一次，你注意看哦，我的每一个音都是粘在一起的，来，一、二、三。一、
二。OK， 所以这里的话是在一个 slur 里面哦，所以你全部都要连在一起 ，OK 吗？到这里请按暂停，你们要单独的把右手给练好，尤其是一开始。这里的话，因为它在 slur 的一部分，所以你的一定要连在一起，除非你的手真的是不够大，但基本上我们撑开都可以的 ，OK？ 然后连住。换成五指，换成三，二起来 ，OK， 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咯，我们从第十二小节的第三拍开始 ，OK， 就直接弹到 ending， 它这里也是一个 slur， 看到吗？一个大个的 slur。那这里的话，它跟上面我们刚刚练的那一句有一点像，我们来看哦。从第十二小节第三拍，一、二、三、一、二，哆哆哆，二，拉发嗦，二，停。我们先看前半句，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哈，哆哆哆，然后三一五。这里也是三一五，虽然谱上没有写，但是你要自己就是了解，这里是一模一样的指法，所以是一五三一五，接下去 mi do fa mi re do 二起来 ，OK， 所以这里后半句不一样 ，mi do fa。你的 middle 发就直接用四指来弹发就可以了，所以这边不用换手指。再讲一次，我们看上一句，上一句哦，就是在第十小节，我们是三指换过去，换过去，对不对？三指换过去，但是呢，我们到下一句就是这个第十四小节，第十四小节的话。middle 发，我们就用回原本的四指就可以了，这里就不需要换手指。middle 发 mi re do 二起来，指法很容易，三一四，三二一起来。那我们的 ending 就是第十六小节，记得记得。只可以拉两拍，因为它是一个 minimum 的长度 ，OK， 好，所以这一句很容易嘛，我们直接从第十二小节第三拍开始弹，因为它跟前面那一句很相似，很相似哈 ，OK， 我们试试看咯，从第十二小节第三拍，一、二、三、一、二，哆哆哆。二，拉发嗦，二，咪哆发咪瑞哆，二起来 ，OK， 所以记得这里的咪哆发，这里第二句的这里是不用换手指哈 ，OK， 好，我们再试一次，从第十二小节第三拍，一，二。三，一，二，哆哆哆，二，拉发嗦，二，咪哆发咪瑞哆，二起来，可以吗？所以我们就弹完了，最后就是从第九小节到第十六小节今天的范围 ，OK。那这两句其实相对我们前面就是一到第八小节来说，这里会比较容易，因为它这两句是很像的，很像的 ，OK， 所以我们要把右手单独练好。我现在呢一口气
从第八小节第三拍弹到 ending， 试试看，可以吗？但是呢，这里有两个 slur， 对不对？你要做到一个 slur 里面连在一起，后面那个 slur 连在一起，但是 slur 跟 slur 中间要切开，中间要切开。我们来看看怎么做，我示范一次，从第八小节第三拍，一、二、三、一、二。起来，二，二不用换，二起来 ，OK。所以呢，我们这里啊，弹到第一句完的时候，手拿起来。我的意思吗？我们的第一个 slur 结束了过后，手要拿起来离开键盘，完全的离开键盘了才弹下一句，懂吗？ OK， 好，所以这就是处理两个 slur。 那我们现在从头试一次，从第八小节第三拍到 ending， 跟我一起，一、二、三、一、二。起来，二，二，一，二，起来，很好。你们要反复的练习，练习很多遍。那这两句唯一比较难的是这里，拉发嗦，这里你每一个音要黏住哦。按住大拇指，按住手，这样子缩过来，五指弹旁边的收，然后大拇指回来，所以你再弹这个，大拇指就跑过来了。 OK， 好，记得去练。那我们下一堂课来练左手，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咯，拜拜。